而且现在还是蛮累。对。哇！主审刚刚的手势是认为比较偏低啊。对。明星大叫 ：“Come on, no way！” 对 ，No way！ 哇，洪忠教练直接就跑出来了哦。对，这不要开玩笑吧？他心里面一定这样想，这不会开这种玩笑吧？哇，哦天哪！哇，这个心情的转折真的是瞬间的啊！不过现在场上要继续比赛了哦。先打接轮到许基宏，对，投进来的瞬间哦，包括投捕总监这边的认定都是好球啊。